爱再相聚，上腾讯视频看 S11召唤师，欢迎来到腾讯视频 S11电竞百问英雄人物峡谷传奇，我是电竞百问英雄之路出题官廖俊涛。我为你设置的问题是：死亡如风，长伴无声是谁的语音台词？那么你的答案是？召唤师这道题你竟然答错了，死亡如风，长伴无声是疾风剑豪亚索的台词，逆境之时不气馁，更显英雄本色，加油！因热爱再相聚，上腾讯视频看 S11召唤师，欢迎来到腾讯视频 S11电竞百问，跨界狂欢，无限热爱，我是电竞百问陪伴之路出题官。刘洋，我为你设置的问题是：英雄联盟 S10 全球赛观赛嘉年华在哪个城市举办？那么你的答案是？召唤师这道题你竟然答错了。去年由腾讯视频主办的 S10 观赛嘉年华上海日月光中心举办，坚守。因热爱再相聚，上腾讯视频看 S11。召唤师，欢迎来到腾讯视频 S11电竞百问，跨界狂欢，无限热爱。我是电竞百问陪伴之路出题官鞠一鸣，我为你设置的题目是：哪位艺人是英雄联盟中国区品牌代言人？那么你的答案是？召唤师，这道题你竟然答错了。英雄联盟中国区品牌代言人是王俊凯、周杰伦。坚守阵地，步履不停，我们一起前进。因热爱再相聚，上腾讯视频看 S11 召唤师，欢迎来到腾讯视频 S11 电竞百问英雄人物传奇峡谷，我是电竞百问英雄之路出题官哈拉木吉，我为你设置的问题是：风魔剑魂永恩是谁的兄弟？那么你的答案是？召唤师，这道题你竟然答错了。风魔剑魂永恩和疾风剑豪亚索是俩兄弟，逆境之时不气馁，更显英雄本色，加油！